又是一道密码门。我已经破解了密码，你现在可以转动大门继续前进了。你的行动与这个反骨党完全一致，成功地帮我解锁了更多的芯片数据，谢谢你。现在这个场面看来要从上面才能安全通过了，不过我们要怎么才能到上面去呢？真相又近了一步，我们继续探索吧。前面的门看来需要钥匙卡才行，试着把障碍物删掉一些，找找看吧。这个反骨岛是怎么逃出这里的呢？真是越来越有趣了。话说回来，我为你准备了一个小机关，请使用它离开吧。囚禁的反骨党，反骨党逃出实验室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接下来使那边的炸弹炸开障碍，逃出去吧。这些信息我就能查出反骨党的身份，了解更多的情况。至于现在，你可以使用那边的传送装置离开这里，等有了进展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。